齐姓老君明万良不见阎罗，再见天，秦万良，起。是我找来的出马师黎大普大师。你好，请大师让老爷魂魄上身，亲自分配家产。哎，是我爹，这绝对是我爹。太牛了！这个家里一直是大嫂掌管秦府上下，二少爷又是独子，就我根基不稳，你得帮帮我呀。这节目花钱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啊！只有这秦老爷真正挂念之人，才能看得到他的亡魂。我看见老爷了！你是要将秦府的重担相交于小嘴吗？我又能看见了。秦万良是被人害死的。到底是谁杀了你？县衙在封锁灵堂的时候，你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有人想让我去陪秦老爷。秦家老爷，好好琢磨，是继续帮鬼说人话，还是帮人说鬼话？谁害死了我？所以你没死，死应该是死透透了。